爱尔兰的舞王 Michael 呢，他所领导的这个舞团呢，在德国进行他的新舞曲表演，也获得了全场观众热烈掌声。在轻快的踢踏声中，久未露面的爱尔兰舞王迈克·弗雷利又重新活跃在舞台上。这次在德国科隆所首演的项目是最新的公元2000年火焰之舞，他率领50名男女团员，以创新的舞步和多变的风格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。为了这个全新系列的舞蹈表演，整个舞团练习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，他们将在欧洲五个国家展开巡回演出。迈克·弗雷利是一位传奇人物，他是跳舞速度最快的世界纪录保持人，一分钟的舞步多达35响。他所率领的舞团三年前在爱尔兰开始表演，以改编的爱尔兰传统舞蹈大受欢迎。1998年在伦敦海德公园的火焰之舞表演更打响了全球知名度。不论舞台、服装、音乐和舞步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，连表演现场的音乐唱片都在全球市场热卖。这次的新舞曲势必又将掀起一阵流行热潮。